明星求问答。想问一下朋友，怎么之前跟刘文忠参加了恋爱节目秀节目吗？那你以后有没有想过要参加这样的节目秀？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至于会不会加入 Super Junior， 我个人也真的想过，因为我年纪也到了，会加入 Super Senior。难得看到你是。穿高领，其实有点不适应。那你这样很不习惯啊，因为永远都是美艳的形象，就是偶尔要换口味。因为你今天穿这样，我实在很难专心啊。如果之前是穿比较拉一点的话，起码可以就是专注一下，不会疲劳。对焦的。没有，我觉得你今天完全就是没问题。打哈欠的，我大哥都打。你要不要换他问啊？好，换个问啊，换他，因为大家可以集思广益。要不要秀一下自己？他现在今天只是好了，下去领500块。那你都说和永浩是好朋友嘛？那有听说他现在和那个杨丞琳在一起了，有祝福他吗？这个感情的事情就我不清楚啊，你也许可以问他本人啊。他很大，你不要说他小，他大起来吓死我。他有时候能够大起来，大起来。他看到我就特别大。会不会觉得男生会觉得你特别正常？我做节目呢，只有一个角度，要挑战的就是自己，因为我觉得要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。要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，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。他通常这样就是会先喝东西吃东西。他整个人都红起来都是靠跟显微镜。对、啊、也没有啦，也没有，有也没有，99%左右，99%左右，1%还是靠自己的。对、啊，太少了。他是算是红的比较莫名其妙。那我觉得知道他们在一起啊？有吗？宪哥，你半夜都在一起，宪哥你不知道？没有啦，半夜如果睡不着觉，你就会到屋顶去上车。半夜睡不着觉。娱乐行类报道，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，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，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